我们上礼拜就是把讲农田的先规划过了，农田的耕种区域先规划过了，啊，现在就是等待春天的到来啊。有人说放在冰箱可以，就是食材放在冰箱可以，之后可以直接做料理啊。但是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，我想要一锅炖鱼。你知道这季节不好找，突然这样有点强人所难，但是能帮我带一条回来吗？格斯啊，他想要炖一锅鱼，那他要什么鱼啊？他也没讲做什么鱼啊，青花鱼 ，OK， 青花鱼的话，我看虎耳存太棒了，还是黄金版的，呵呵，黄金典藏版。你看，这时候再存这些鱼就有用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钱比较少一点，就我没有把钱全部直接拿去兑现。应该说鱼啦，我没有把鱼全部拿去卖掉啊。这时候就有相当大的用处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，计划通。哦，这里蟹笼可以收成了。这个蟹笼超级难按的，我说真的，还要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按的。不急不急，然后要放一些鱼饵回去。帅克斯，我根本就不帅，好不好？就肥宅啊，臭酸肥宅。哪里帅了？而且最近觉得也不是最近啊，就我觉得我自己在露脸实况的时候啊，那个脸真的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一脸就觉得啊，这世间好像没什么有趣的感觉，觉得哎呀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连玩恐怖游戏都是那一副鸟样。不过也没办法啊，这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嘛，每个人的这种反应都不太一样。好啦，我看一下，今天是星期五的话，哎，可以送东西吗？不行，东西都已经送过了。想说跟其他村人也开始冲好感啦、啊。不要只冲，不要只专门冲这些单身女孩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要跟村里的人打好正常的社交关系，好吧？我们就从上头开始送好了，好不好？卡洛琳、莱纳斯跟马尼，还有罗宾，我看一下哪些比较近的，好了。跟格斯呢？哇，格斯是零颗星诶，亏他是好人，对不对？他喜欢什么东西啊？生鱼哦，他喜欢生鱼片啊！嚯，他喜欢钻石。哎、欸，果然钻石人见人爱哦。颜面神经失调哦，有可能哦，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是颜面神经失调啦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但是我也没办法啊，这就是天生的嘛。应该说淡定吧，淡定到有一种几乎是完全没什么太大的反应的感觉，会觉得啊，这个世界上好像没什么太大有趣的事情。哎呦，史前工具，哎，我又挖到一个特别的东西了。钻石很久远，一颗就破产了。刚开台，对，我刚开台哦。格斯那边几点开门啊？我都有点不太记得了。先翻个垃圾桶。哦，12点开始开门，好吧，我12点之前看看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好了。到处翻垃圾桶。啊！
太刚好了吧！我一翻垃圾桶，然后村长刚好出门，啊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我就是想翻，怎么样？我爱翻，我骄傲，拾荒的骄傲。哎、欸，不要，其实有些时候不要小看那些拾荒者。没有他们的话，其实有些时候啊，那台湾的环境多多少少也是靠他们在维持的。他们拾荒，他们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很脏啊之类的，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靠他们在维持这个环境的整洁。虽然说他们也不是真的很愿意做这种工作啦。这其实也是在讲，也是表现了另外一个状态啊，就是说，可能我们台湾人的水准还没到这么的高，就是对于环境保护的概念，东西还是会乱丢啦，有公德心的概念还是有待加强啊，是说哪个国家没有啊？应该都是有吧，我觉得，这只是普遍程度的问题啊。哎、欸，这样讲起来，日本好像真的少很多哎、欸。日本的相对比较起来的状况真的是少很多。虽然说日本都是假假的。艾利欧特、欸，我有什么东西他喜欢的吗？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啊？生鱼片，他也喜欢生鱼片。我生鱼片是要拿来刻的、啊，我要给他。我生鱼片很少哎、欸。算了，先不要给他好了。生鱼片补超多的，超经济实惠的。12点了吧，我可以进去了吧。格斯的话他需要一条青花鱼。6。嘻嘻，这味道闻起来像是青花鱼啊。他为什么要一副这么感动的样子，这个青花鱼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。非常高兴格斯，但格斯在这个镇上是好人呢、欸。你们大家还不记不记得莱纳斯那时候在翻垃圾桶的时候被他发现，然后他说他不希望这个镇上有人挨饿，所以说就跟莱纳斯讲说，假如肚子饿的话就来找他这样子。哦，今天是克林特的生日哎、欸，克林特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天哪、啊，这个可怜的肥仔。哦，他也喜欢生鱼片，好，我送他生鱼片好了啦。来，我去送克林特生鱼片。鼻音比较重，没有啊，没有感冒啊，只是鼻子有点，好像有点塞的感觉，但也没有到感冒了。哈。你记得我的生日，我很受宠若惊啊！谢谢。为什么他的表情是这个样子啊？他受宠若惊的表情是这个样子、欸，看起来说，哦，喝的好像是老头喝了一杯茶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克林特的角色，他的那个小型的人物啊，这种小人物看起来像麦块那个史蒂夫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刚睡醒，没有啦，没有刚睡醒啦，最少也醒了一两个小时，有了吧？讲的都心虚。对啊，我睡觉已经醒了一两个小时，有了啦，一个小时最少啊。我连自己几时醒的都忘记了。来去找野人吧。我觉得野人的好感真的要冲呢、欸。
那跟野人好感冲到一个点的时候，他就会教你做生鱼片。虽然教我们做生鱼片的时候的那个动画看起来怪怪的。看一下罗宾家好了，我想看罗宾好像卖什么东西啊？现代灯，现代台灯可以放进你的房子，一个要750元。不能用做的吗？哦，木头火炬有配方，铁灯柱1000块，买了，买了买了。石头地板，水晶小金，水晶小金还好，不会想要。那什么东西？木地板，配方500块，啊，买了，买一下，买一下。有种有一点点钱就开始在那边肆意挥霍的感觉。现代台灯，这现代台灯看起来很像是避雷针哎、欸，那种遥控器上面会出现的那种接收器的感觉，不好看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我刚才买了那个路灯铁灯柱，它需要铁锭跟电池哦、喔，哇！木灯柱是木材跟电池哦，原来如此哦，哇，难怪这样子我会需要做大量的电池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多盖一些避雷针啊，来接收电源啊？莱纳斯不知道在不在家，不在。哦，动画是教鱼儿，生鱼片是即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观众记得还比我还清楚。欸、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是忘记了。好啦，我想想看啊，我们的骷髅城堡到底在第几层啊？一直想要去打骷髅，但找不到在第几层呢？有人说上一次有人说70层，试试看啊。骷髅要塞，这边挖一些矿石吧。我发现我冲的真的很平均的、欸，只是挖矿等级，然后各种等级都冲的还蛮平均的，就钓鱼等级比较高啊。真的要讲的话，就是钓鱼等级最高，然后耕种的等级最低。但是这个状况，在新的春天就会打破了，因为新的春天之后我就会开始大量种植了吧。不然我现在也不要存钱啊，我现在存钱的目的就是要在那个第二年的第一个春天吧，大量采购，买大量的农作物种子，看有什么类似蓝莓之类的东西可以种。种下去之后就哇，大量收成哦，超级爆发的样子。哎，哦是有，才想说没有，怎么没有那个？哦，没有下一层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哇、wow、哦！哎、欸，我发现黑煤球的数量是不是变多了、啊？我之前下地层的时候都没有看过这么多黑煤球啊，看起来稍微像小黑炭。哦，碎煤炭，呵呵，战靴、欸，我抽到一个战靴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物理防御加3，好像特别的东西。喂，之前怎么都没打到？哎、欸，我的鞋子都不能的染色吗？我这觉得这鞋子颜色好丑、啊。虽然说它防御最高，这、欸、都石头，真的没有好东西。我是觉得我现在穿的鞋子颜色很不好看，紫色的，很像那种太空靴的感觉。
说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啊，在讲说什么四大运，好像是哪一个部分又打输韩国了吧？好想赢韩国什么有的没的。这时候又让我想到我们国内体育的一些问题，就风气啦，体育风气不是那么的。怎么讲？这么的盛行，相较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的话，再加上政府又不支援了。哦，今天篮球赢了，哦，哎，哦，我看的是棒球，所以今天篮球赢了，但篮球你要打，你又打不赢欧美系的国家。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，而是说他们的身体，就是欧美国家的选手啊，在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就真的是有优势啊。他就是硬高你一颗头到两颗头，你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啊，都没办法比啊。你说棒球的话，还可以靠一些技巧啊，什么盗垒啊，或者一些战术之类的。但是篮球真的有点难了、啊，篮球真的很吃体型的、啊。比如说，同样是中锋，对不对？人家是200多公分的中锋啊，我们是180公分的中锋，怎么比？好了，我们挑最高的啦。我们可能来个190公分了，190公分算很高了吧？190公分的中锋啊，人家230多公分，最少就差了30公分了，你都比人家就比你长30公分没、欸、啊，对，70%是骷髅地窖。哦、oh, ，nice， 我多打一些骷髅啊，因为我想要解那个工会任务。哦、oh, ，这样刷好爽。他还拿骨头丢我、啊，这时候就可以吃生鱼片了 ，nice！ 生鱼片补超多哦，补到满有没有？爽爽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篮球真的是吃体型啊，也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什么的。对不对？你论体型输，然后爆发力你也不可能跟黑人比啊。黑人的运动细胞，哎呦，哎，凌晨了，靠！啊，聊天聊都忘记了，我不会吧？我要死在野外了，真的，糟糕！哎，聊天聊都忘记了啦，聊天聊都忘记了啦，回得了家吗？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不会睡死在外面。刚才人物出现的那个 ZZZ 的那个图案，我才赫然发现啊，靠，讲太多了，然后结果我已经忘记所有时间，差一点点就要睡在曝尸荒野了，差点就要被人家捡尸了，太可怕了、啊、隔天早上起来觉得屁眼痛痛的，菊花都呕青啊，好，凶手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都已经逃走了，还是发现内裤不见了，然后怎么菊花在流血？我看一下啊，我是有垃圾要放进去，没有错啊，是蝙蝠翅膀，然后我看一下还有哪些怪物是从怪物身上搜刮下来的，好像没有了哈。钱包少了一位数，哇，那也太惨了。钱包少一位数差很多呢，超夸张哎，那个损失的量。
黑莓可以存着，我看一下，这些都是矿石类的哦，有树液。哦，我等一下回到家里，大伟力该不会给我挡在床的那个地方吧？床的入口，大伟力上个礼拜才给我挡着，挡在那边，冻屌屌。嗯，说，哎，我不给你过去啊，怎么样啊？不给你过去啊？留下买路财，是说在家里过两点到底会怎么样啊？我很好奇，哎，东西不见吗？哦，我等钱少一点的时候再来试好了。而且我身上还有装备呢，我觉得要试的话，要试验的话，应该要拿个箱子把东西全部存起来，然后钱全部花完，然后再来试。春天再来试啊！啊，可以睡了，可以睡了。菊花有血，没有啦，那一定是我们男主角平常吃的太差了，整天吃野果，吃一吃吃一吃，然后营养不良，营养不均衡，然后就菊花爆血这样。可以从另外一边上床，但是另外一边我放了一只熊，哎，我放了一只熊在另外一边呢，所以说另外一边也被我挡住了。这可以卖多少钱？40多块，最好就是拿这个玉鼠螺去做生鱼片。他说上一集就讲过了，拿玉鼠螺做生鱼片真的很怪。你要想看玉鼠螺，大概就是跟瓜牛差不多等级的东西，就是那种软体动物。它就是软体的，然后你能想象这种软体的动物还把它做成生鱼片吗？超奇怪的，好不好？那摆蟹笼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个不错的地方啊，可以收到一些垃圾，然后拿去回收就可以拿到蛮多东西的。欸，我刚才是不是把小龙虾全部都做成生鱼片了？啊，青菜了，算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我有没有战靴啊？有，所以我要把铅棒跟战靴拿去卖掉。生玉鼠螺片看起来好恶心哦！我说实在的，欸，你们自己想象那个画面你就知道啊，真的很恶啊！不是我在说，生玉鼠螺片，欸，对不对？你们有吃过那种烧酒雷吗？那怎么做成生鱼片？怎么看都不可能做成生鱼片呢，啊？哇！今天27号嘞，其实时间过得很快，应该没什么事情吧？28号应该没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开始再送礼物了。这个周新的开始送礼物。好，我要先消耗一些花岗岩，有的没的。像这个日光流石啊，就是法师会喜欢的东西。海蓝宝石送给莉亚。然后红宝石送给艾米莉，其实每一集都要这样子念，我就不要念了啦。我看一下，我要去怒刷一波好感，每一个人都送，经过人都送，送送送送送，给这个疯狂的送。哇，甜瓜哇！看一下哦，潘妮还有什么比较喜欢的东西吗？绿宝石跟钻石。哦，我有绿宝石吗？有9颗绿宝石。然后玛尼喜欢什么？
尼马尼马尼马尼，他的名字叫做钱，南瓜派钻石。哦，他没有，我好像身上没有最喜欢他最喜欢的东西，生鱼片。哎，真的是村里人每一个人都喜欢生鱼片呢。那我这样子大量刷生鱼片就好了。哦，不对，今天星期六啊。哇，那也不能全部送啊，失败，送不了，只能挑几个送了吧。送给玛尼好了啦，送个翡翠给他。卡洛琳也送翡翠。玛尼喜欢村长的内裤。他们两个有奸，也不是奸情啊，他们两个有，一定是有什么爱情吧，互相喜欢之类的。不然的话，村长的那个裤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在他的房间里面呢？太瞎啦，怎么可能。紫色的胖刺，也是说村长穿紫色胖刺也是很看起来怪怪的。在这里，观众有人穿紫色胖刺的吗？先不论女生哦，我是说男生，男生穿紫色胖刺，女生穿紫色胖刺好像，好像还算可以哈。看那个那种内衣专卖店啊，其实还蛮多。五颜六色，什么颜色都有。男生穿紫色胖子好奇怪啊，怎么想怎么怪啊，超怪的。我记得村长还讲说他那是他的幸运胖子，然后因为很相信我，所以说交给我去找他的幸运胖子。哇！结果发到最后最缺的是木头哎、欸，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把木头全部拿去做成煤炭了，太伤了。那一段消耗木头的速度真的太夸张了，超伤超伤。没关系啦，等到春天之后树开始大量生长的时候，我应该就可以把木头全部累积回来。啊，鼻子痒痒的，又是这个状况，一开台鼻子就痒啊，鼻子一痒就会想打喷嚏啊，真是怪怪的。奈安内啦，奈安内啦，只要开台就会鼻子痒啊，是不是？一开台一堆人在面念啊，下课是怎样，下课是怎样，所以鼻子就开始痒了。哦，欸、新的剧情欸、欸、新的剧情哦。潘妮的下课时你来的正好。郊外农场进行一次小小的郊游。你知道乡下生活是怎么样的吧？我们不就生活在乡下吗？我们还需要去乡下体验吗？啊，对，这个观众讲的有对，冬天野餐超怪的。所以我就想，你今天能当我们的客座解说员吗？不，我受不了小孩。其实还好欸，这两个小只的虽然是小孩子，但是看起来也没有说到非常的歇斯底里。当然我很乐意在妹子面前要献出一些殷勤。来啦，我很乐意好了。没有，小孩子有些时候歇斯底里起来齁，真的会受不了，很想扇他两个耳光，讲说好好听话，这样感觉。雅斯文森特，欸，这个低像素游戏其实小人物做的真的还不错。我们当地的农夫夏克斯。
平常不常常见面吗？这个村中小小，这个、好奇怪哦，这个剧情好怪哦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贾斯啊，我之前一直在看他这个 CG 图啊，就是这张改的 CG 图，我一直觉得很像是哪一个角色，但是一直讲不出来。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了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贾斯看起来很像那个英雄联盟的安妮？安妮好像也有个造型，是那个紫色头发的，超级像，这个一脸就是很腹黑的样子。好啦好啦，他想说，自然状态下演化成经济资源了。像石油之类的东西、啊，这回答可以给两颗星，这样子回答才两颗星哦。哇，潘尼的要求还蛮高的哦。啊，两颗星是好耶。所以说标准是怎样？三颗星是满星吗？还是五颗星？农村生活全部都是耕种，农村生活就全部都是大自然获得的馈赠。农村全都是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。其实真的要讲，应该是下面这个，因为耕种也算是从大自然获得馈赠啊。你要利用大自然的土地，利用就是土壤的养分啊，你才能种出东西来。所以广义上来讲，应该是要选下面这个。我觉得啦，就选这个好了。这座山谷充满了珍贵的矿物，这水域长了许许多多新鲜的海鲜。海鲜？这是淡水呢。你在格兰普利顿南部找不到，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木材。木材好了，我比较喜欢木材。文森特，怎么了？我靠！欸，文森特这个家伙真的是歪打正着吗？还是他其实根本就知道啊？你会娶潘妮老师吗？潘妮这是脸红吗？他眼睛的颜色变了欸。他眼睛怎么变得红色了、啊？写轮眼吗？哇，原来是宇智波潘尼啊，文森特这么对啊，潘尼的眼睛原本，你看潘尼的眼睛原本是绿色的吧，蓝绿色的，他刚才眼睛是红色的呢，宇智波潘尼。冬天的时候，他们穿的一样是很少啊，没想到照顾这些孩子是累死人了。哦，终于说出真心话了啊！哈哈哈。但我真的不建议，我喜欢看着他们学习。哦，所以说潘妮很享受这种照顾小孩、养育成人的过程吗？超累的这种过程。你想要为人父母吗，夏克斯？我还没想过。当然了，想要个子孙满堂的家庭，还好吧？这也是人生必胜阶段。我觉得不擅长这种事情，不想。这世界已经够拥挤了，不想，我不想被家庭束缚。还好吧？我觉得应该会选这个，超级符合我的这种生无可恋型的状态，超级淡定型的。好，就选这个了。希望保护弱小无辜之物的感情，我们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他的回答跟我的选项好像没有对上啊，没有搭嘎啊。那好吧，我很高兴你能出现，夏克斯。孩子们玩得很开心，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吧，在这个偏僻的小农村里面。10:30了，玛尼应该起床了吧？
来跟玛尼送个东西，他好像喜欢这个吧，非常感谢耶。这周星 game， 如果你想赢得刘医师的支持，就送给他琉璃山药吧，他喜欢这个。哇，连喜好都已经摸透透的啦。这个家伙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到底要不要送他一些。喜欢辣椒、生鱼片、翡翠、黑莓。到时候我夏天的时候来种辣椒送他好了。他虽然说口出恶言，但说不定他是好人。来啦，我来找莉亚讲话了。有啊，就是有想要聊聊啊。哎、欸，他不让我聊啊。他说：“你有什么想要聊聊的吗？”结果他只让我讲一次话。我就是想说看能不能聊个天，然后增进一下感情之类的。结果他只让我讲一句话。威力，哎、欸，威力总有些时候我觉得威力啊，大概跟野人差不多吧，跟莱纳斯差不多等级的。哦、他也喜欢翡翠、欸，种他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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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讲个话，讲个话。等一下，我能过这关。他们在打电动啊。青蛙们冬天可就不爽了。我发现塞巴斯蒂安好像很喜欢青蛙。刚好遇到他，送他生鱼片好了。他连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的那个表情都长这个样子。他是干嘛？学金城武吗？还是学刘德华？每个人都要非常酷酷的啊！你知道怎么做豆类火锅吗？豆类火锅什么东西啊？绿豆、红豆、黄豆全部拿去煮火锅。还有什么豆啊？黑豆，超恶心的哎！豆类火锅是豆腐吗？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很清楚。哎、欸，他们两个走了，我可以翻垃圾桶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种翻垃圾桶这种刺激的感觉真是太爽了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翻一下垃圾桶。来满足一下心里的那种空虚的感觉，以翻垃圾桶为乐。哎，不过说实在的，翻垃圾桶就跟抽包一样，好不好？谁知道你会翻到什么东西？超级有趣的，好不好？人生以翻垃圾桶为目标，没东西嘞。海滩上刚刚也去过了，我看一下还能做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啊，去打骷髅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要先去工会，战士工会，冒险者工会，我要去把棒槌跟那个战靴卖掉。这个只有在这边能卖，这很麻烦。骷髅的话还要杀25只，对啊，我先杀骷髅好了，因为骷髅那一层会比较少去。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冬天杀一杀骷髅，顺便找找看有没有多的煤炭，70层。哦，钻石吗？哇，下来马上就有一颗钻石，爽爽的。哇，这骷髅会把自己的脚 拆掉，然后拿来丢人了，拿来 K 人了。
奇怪，他把自己的，他到底是丢哪个部分啊？应该是不可能大腿骨吧？他应该是丢肋骨吧？肋骨有非常多根可以拆啊。大腿骨拆掉，他怎么站着？A 猫，哎，安安。A 猫会让我想到那个谁啊？想到那个我的妹妹，哪有那么可爱？里面那个黑猫。骷髅内口。有紫水晶。是掉了两个洞，这什么意思吗？而且骷髅的成就啊，其实很快的，他只要杀死50只骷髅就可以了。是因为骷髅地层的限制蛮多的嘛？我记得骷髅好像只有10层还是5层而已，都是这种地层的模式。当初我在看到这一层地层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下面都是长这种样子，就是在更下层可能就是都是地层模式，结果都不是，真是有点小小失望。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好，然后刚刚有，虽然说有点迟，但是刚才有观众问我说那个是什么，这把是什么武器？就黑曜石之剑呢？它好像是在矿坑90层还是100层的时候会取得哦，爽爽的哦，钻石啊，超爽的、啊、狂挖钻石。嗯，有些时候都不用怕扣血扣太快，因为我的体力绝对撩得比我的血还要快，因为我一直在挖东西。打算跟谁结婚啊？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莉亚吧，我在想。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是莉亚，我说真的，因为谁叫他直球胜负了。那个莉亚真的是直接到不行了，有些时候我比较喜欢这种直接的人啊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因为我觉得拐弯抹角很累，那可能跟我本身的个性有关系吧。你自己想想看哦，你跟一个人相处，然后你还一直猜他说他讲话到底有什么含义的话，那不是很累吗？我比较喜欢把话直接讲清楚、说明白的人，不喜欢那边猜东猜西猜，还不一定猜得到。你们不觉得很累吗？跟一个人相处，还一直跟他猜他的想法，还想说啊，这个叫哎。他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嘞？而且莉亚，我觉得他比较需要照顾吧。他跟其他的角色比较起来的话，他会比较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。海莉的话，海莉跟艾米莉感觉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他父母在做什么的，但他们会给我就是有钱人家的母师妹那个大小姐的感觉。而且艾米莉我是一定不会做，一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啦。艾米莉明明就克林特明就已经喜欢他很久了，而且你都已经知道克林特喜欢他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狠到多爱吗？克林特超可怜的、欸，克林特整个就是肥宅工具人。
硫酸臭酸汁的肥宅。9:50了。挖不到下一层呢、欸，10:20。先回去，我现在回家砍一些硬木好了。哎呦，才刚想说要回家，结果就挖到下一层。好吧，那就去挖。可是相处久了，哇，可能会变成对方的蛔虫，这样很好啊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人不就是怎么讲情侣吗？还是说夫妻？其实我觉得夫妻就是最怕有东西不讲吧。情侣也是这样子吧？哎呦，我达到目标嘞！先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啦，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不就是要互相了解吗？不然的话，你跟一个不了解的人，你的人相处不很累吗？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么想啊，至少我是觉得有一个可以真正了解你的人，那是再好而不过的。好啦，到公交站。今天的记录当什么啊？记录档几时会上传？哦，今天的记录档哦，看情况下礼拜。事前会上传吧。其实我在开台前，我已经在上传上个礼拜的记录，但是上个礼拜的记录我已经把它压缩过了，但它还是太大了，而且我这边的网络速度太慢了，传不完啊。结果等一下关完台，我要再重新传送一次，因为 YouTube 没有续传这一回事情。YouTube 你只要。YouTube 可以续传，但是前提是你不中间不能再有新增任何的影片。比如说我在 YouTube 直播的话，它就会新增一个影片档，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续传了。所以说前面传的 88% 就全部都失效了，要重新来过。你要把那个 88% 的档案先全部删掉，然后再重新上传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 YouTube 都没有一个就是上传的这种软体之类的，可以让我们设定上传的速度啊，然后，对啊，这样不是比较好管理吗？他都做这么久了，怎么都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呢？这让我比较纳闷呢。啊，直接回家睡觉好了。我怕到时候又昏倒了。哎，大威力是不是还没摸到啊？哎，摸过了，今天已经摸过了。玩过《牧场物语》之后，觉得农场经营游戏都是外来人横刀夺爱。自古以来，横刀夺爱才是爱呀、啊，是吗？横刀夺爱才是爱，其实这句话好像也没有说错啊，感觉好像也蛮正确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公平竞争嘛，没有结婚，大家都是公平的。哇、哦，艾米莉又送我一卷布、欸，哎，对我这么好。怎么讲？真正喜欢你的是克林特啊，不是我啊，我只是帮忙送信的啊。你怎么会喜欢上个邮差呢？你看克林特都在哭了、啊，超可怜的克林特。帮忙送信变成误打误撞。
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啦。可其实这样子好像也真的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，你应该要大方去追求吗？还是说你应该要更直白的，你要自己去，而不是你带别人说，托别人说去怎样怎样这样子，这样以免造成误会，有没有？还能再做两个桶子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的煤炭现在应该是够，只是木头不够而已。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一些木头啊？结果木头竟然需要买的，再多做两个桶子啊！我要两个桶子，需要石头，石头，再多做两个罐头瓶。哎、欸，这个翻译我真的觉得好奇怪、啊，罐头瓶。虽然我的英文是烂到一个炸掉了，但是翻译成罐头瓶也太奇怪了吧？还是大陆的罐头瓶都长这个样子？我不是很清楚啊。哦，蓝莓喽。哦，这种放起来感觉真爽。应该都有放到了吧？好，确认好，确认完成，每个瓶子都有在要动。黑莓的话，我看有谁喜欢好了，我把剩下的黑莓拿去当作好感物，一直狂送它，送掉好了。邮差比写信还有吸引力。对啊，这样不好啊，那种喧宾夺主的感觉。我只是来传话的啊，你爱上我干嘛？很奇怪，不过也没办法啦。这个感觉就是啊，今天一个喜欢你很久，一个喜欢一个女生很久的肥仔，一直不敢，迟迟不敢前进，迟迟不敢说出自己的心声啊，认识了一个帅到掉渣，长得超级像。不要说金城武好了，一讲金城武好奇怪。或是有谁比较帅啊？长得像我其实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是讲要讲谁。好啦，长得像某个韩国欧巴的这种超级帅哥好了。现在不是哈韩吗？韩国欧巴有没有超帅的？超韩系的有没有？一个长得超韩系的。欧巴帅哥邮差去帮忙传话，讲说：“哎、欸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谁谁谁送的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女生根本就不管你是谁送的，好不好？前面这个帅哥小鲜肉先吃掉再说，然后那个臭酸肥仔就只能在家里哭哭了，当工具人。”只能当工具人的命了。这个包包好贵哦，但是人家买不起耶，没关系。肥宅每天吃泡面，省吃俭用，然后赚钱就直接买包包给自己心仪的对象，好可怜哦，天哪！讲了我都不忍，不忍直视啊！这个啊，干嘛、啊？我摘花，他也要在那边露出非常微妙的表情。乔治，超想吃海草，送一条给我。我家里好像有，明天我就送一条给他。海草。还好吧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我的长相也普普啊，普通，就是路人啊，大概在路上都可以看到那种，
也没有特别出众啊，而且是个肥宅，是不是？肥宅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要说肥宅啦，就是阿宅的定义就是喜欢宅在家里面啊，然后打打电动，然后不太喜欢跟人家社交，不太喜欢逃出去，都不跑，都不是那种玩咖，有没有？不会泡夜店啊，有的没的。或是说也不会跟人家唱 KTV 啊，欸，我说真的，我很少跟朋友去唱 KTV 耶，欸，我觉得我唱歌不好听，都会破音，声音都拉不上去，声音太低了。还有现在的很多歌都嘛是都超高音的，要飙高音，有吗？要飙高音呢，飙高音，再来一个专音。然后结果就是用千年杀来练飙高音，哦，超痛！来，我来去啊，两点才开门啊，忘记了，我忘记两点才开门了。What the 啊不啊，现在不能讲 What the 什么了，应该要讲史林打香肠啊，还是什么林老师的大香肠，还是林老师的大？这样讲起来好奇怪啊！啊，送他一个野莓吧。现在不能讲 water， 好惨啊！其实我觉得当宅男最好的就是比较省钱吧。因为娱乐比较少嘛，应该说娱乐比较单纯，他就只要有电脑、有网络，对不对？啊，该有的配备有，然后就可以玩啊。然后玩游戏就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待在家里啊，然后也不用在外面吃，也不用在外面花很多钱，全部都在家里解决了，就整个开销会拉得很低啦。唯一比较好就是省钱了。所以说，宅男大概好处就是这样子吧。但前提是，女朋友也要怎么讲，另外一半也要受得了说，一直玩游戏这件事情吧。有些我是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啦，就有些人，他们就是不太能接受自己另外一半玩游戏这件事情。比如说打 LOL 啊，有没有？就开始在那边拔线啊，然后从开机啊，我身边就有一个，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是这样，超惨的。他女朋友他打 LOL 啊，他女朋友拔他的线欸。欸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有些时候玩游戏的时候，你就让他玩嘛，而且又不是说不陪你，有的没的，你就让他玩一下。这种感觉跟朋友交际，在外面都很少跟朋友交际了，然后在网络上跟朋友交际玩一下 LOL， 你要拔他线，你还帮他重开机，然后害他被检举，或是你帮他按闪现啊，帮他按那个重击之类的，随便乱按他的键盘，这真的我是不知道那些女生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了，而是比如说你在做一件事情，那你突然被人家乱的时候，你心情一定会不好啊。像我的话，我女朋友要是我女朋友，绝对不可能这样子，我绝对不会让她这样做啊。一定会跟她说清楚、讲明白，就是我要玩游戏，就是我的时间了。电费飙高还好啦，电费飙高也不会比你。欸，我跟你讲啦，电费飙高齁，也不会比你去唱卡拉 OK 贵啦。你唱卡拉 OK 一次要多少钱啊？一个人这样摊下来，随便一次便宜的也要，也要三四百吧。靠，
是不是？便宜的话也要三四百吧。好了，我算便宜一点，三百好不好？那如果是常常唱卡拉 OK 的那种，就是朋友常常找去找唱卡拉 OK 啊，一个月唱几次？一个礼拜唱一次好了。最常找这种，我真的有朋友也是这种卡拉 OK 咖的，就大概一个礼拜都要去唱一次卡拉 OK。一个月多少钱呢？三四十，一千二。你一千二，他在电费上面，你可以玩多少电啊？开多少冷气啊？超爽的，好不好？电费飙高绝对不会比你在外面花的还要多，相信我。因为你在外面随便花都是四五百起跳，但是电费这种东西，你一个月顶多就是多个一千，你怎么比都绝对比外面省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六点哎、欸，时间过太快了吧？我们很快就要迎接第二年的到来。我想要赶快把身上那些没用的戒指卖掉，没用的戒指跟鞋子卖掉。我是觉得在一起哈，还是要先讲好啦，不要说去乱对方。比如说这有点感觉像，比如说哎、欸，你女朋友很喜欢看韩剧啊，或者是很喜欢看电影，对不对？啊！但是你不喜欢他一直看电影，你想要他陪多陪你，然后他就是超哈韩剧的，狂看，非一直看都不管你。然后这时候你就报复心理，然后你就趁他看韩剧的时候就把他电视关掉，把他电视拔掉，或是把他的什么，这样子任谁都会生气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是觉得将心比心啊。我可以领那个奖励了吧？骷髅面具哎、欸，哦，骷髅面具我可以戴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靠，超蠢的，超白痴！哎、欸，好玩呢、欸，骷髅面具好玩，我要戴骷髅面具，骷髅面具戴个一两天吧，超级白痴。我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矮人啊？矮人喜欢什么东西啊 ？Dwarf， 矮人喜欢番红花跟生鱼片啊，送他番红花。生鱼片要拿来吃啊，抱歉抱歉啊。我觉得这个面具哈，可以去带到那个万圣节使用啊，那种变装大会、变装舞会。好啦，八点十分，就八点十分，好像也还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遇到啊，应该是还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吗？在十一点之前，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啊，我常常会把时间都拉到很紧绷，就是把时间都不浪费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我是不知道其他实况组的玩法怎么样？就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都会把时间都拉得很紧绷，就是每天都要用到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才睡觉这样子。好像少了那个十几分钟，少了那一个小时，就会浪费掉多少青春的感觉。多睡一个小时，好像对不起自己的父母，对不起自己的人生。不知道、欸、有种，这难道也是一种强迫症吗？哎、欸，这个真的看起来超级像十三号星期五那种感觉啊，杰森有没有？只是他不是曲棍球面具啊，他是这种骷髅面具，而且骷髅面具还有两个小龅牙、欸，还是吸血鬼的牙齿啊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、啊，蠢蠢的。啊！打砍砍啊！所以再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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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不知道，比如
我觉得真的要玩这个游戏，应该要开心一点啊，就是不要这么纠结在某些事情上面，而是要随性一点，随遇而安。其实我已经够随意了，我也没有真的很专心的去冲什么东西这样子。比如说一整集都在冲洞窟啊，一整集都在怎样怎样，一整集都在干什么，很少。我就属于这种，看到什么就玩什么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，也没有特别规划。是有规划，但是没有规划到很详细的。趁这个时间，我看我把这个蜂巢我看放哪比较好，因为我之后我不想要这块地方生嘛，我把蜂巢都放这边好了。对啊，到时候我把蜂巢都放这边，应该也不错。11:10，你看，像我现在我就不想去睡觉，我就想要找事情做，我就是想要把时间炸到最后一丁点，最后紧绷状态。好了好了，砍树了砍树，把这树也砍一砍好了。如果够随性的，这个时间就去睡觉了，他就不会在这边砍树了。反正才11嘛。就觉得好像没有盯到这个1:30睡觉，好像有点亏到的感觉。好啦好啦，凌晨了，该睡了，不要再拖了。明天就是第二年的第一天了，超棒！我还是把骷髅面具摘下来好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自己的发型了。戴上水手帽吧，水手帽真的比较适合我、啊、这个人物啦，这個、人物真的蛮适合水手帽的，应该说跟我衣服配色很搭调。大力摸一下，摸不到，今天摸过了。哎呦，酱料女王，是哟、哦，蔓越莓糖果。藏起来简直像天使的眼泪，他怎么知道天使眼泪是什么味道啊？他这样形容吗？用这种夸饰法？OK， 又赚了3000块。第二年啦，耶、yeah, ！第二年第一天，哇，我的金入股的里程，这算是一个里程碑吧？玩到第二年了，好久没遇到春天了，超棒的！新的一年到了，好好留意一下当地杂货店有没有新的种子。你在冬天更换了自己的工具，期待丰收的一年吧。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。春季的第一天，星期一。好怀念的，对啊，春天。哇，万象复苏啊，都是一片绿。我靠，是谁啊？我靠，这个家伙是谁啊？肯特，这种看起来像是那快打旋风里面那个扫把头啊。昨天晚来了，海外回来，然后告诉我，这个是那个海莉的父亲，对不对？感觉很像哦。他是军人啊，他肩膀上有那个飘飘，有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就是有那个军阶啊，他应该是军人哦、啊。哇，超多东西，一到春天我就要开始整理了。哎、欸，我工具放哪去了？哎、欸，阿雷，我这边啊。不是，他是山姆的老爸。哦，是哦。哎
哎、欸，哦对了，这样讲起来有像哦，欸、有像有像，比较像山姆老爸，对对对。我还以为是海莉的老爹，他说海莉的老爹来找我干嘛？想说海莉他父母也不在家，当年在海外。万象复苏啊，这个万象更新的感觉。哎，我们要，我们要放啊。OK， 蟹笼都放完了，把这东西除一除吧。去一些石头啊，奇怪，石头为什么会在我们家农田里面？不太明白。把这个直接打掉啊！哇，那个我看一下哦，镰刀的话先存起来。杂草我存哪里啊？其实有些东西我都忘记存在哪里了。金石跟种子。和种子哦，眼睛好痒，等我一下，眼睛突然好痒。对啊，石头是长出来的，超奇怪的，好吧？石头竟然是用长出来的，超不合理的。昨晚的陨石，那我扣零。昨晚要是真的有陨石的话，我整个农场就毁了，好不好？整个家就爆炸了。8:50，今天去皮艾尔那边看一下有什么种子吧。然后可以送一轮好感物啦，超棒的！新的一天有没有？星期一。哦，眼睛好痒啊！从突然左边眼睛好痒。好啦，还是刷一轮好感啦，法师嘛，然后看一下，照顺序来放啦，照我要送的顺序来放会比较好一点。送南瓜给莉亚吗？莉亚喜不喜欢生鱼片啊？莉亚其实应该也喜欢生鱼片的。莉亚。莉亚喜欢南瓜吗？其实莉亚好像也是，只要是食物都不会太那个什么，不会太 care， 都 OK。只要是食物啊，我都 OK， 这样子啊。然后海蓝宝石送给海莉，艾米莉送红宝石，班尼送绿宝石。嗯，这样还有什么？还有谁啊？怒送一轮好感，卡洛琳也喜欢南瓜、海蓝宝石、生鱼片，有没的？我看能不能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？小白菜、黑莓脆饼、泪金、玉米哦，他喜欢玉米，好，送他玉米好了，送他一根玉米。这样应该就很多了吧？哦，乔治的海带，哦，对对对对，乔治是海草吧？但他只有60块钱，海草。不要跑啊！不要跑！靠，大伟你跑真小啊！我要去摸他，他一直跑。啊，好了，直接送了，先送，先怒送一波。我是不是应该多做几个养蜂箱，这样才能多收一点蜂蜜？好了，送好感。我总觉得春天这样子
太久没看到绿色，看起来感觉好奇怪。欸，春天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去想办法教那个小精灵的 DLC 包了。他看到了什么事情呢？你看到了什么事情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报应。哦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呦，又有新的剧情呢！他在照相，海莉吓到了，他的眼睛干嘛要这样子看着我，泪汪汪的。现在阳光恰到好处，我不禁来到外面拍摄一下自然的风景，难得哦。我觉得海莉其实也是蛮宅的呢。不要看他这样，他其实骨子里是蛮宅的。我一直尝试多走出家门，你看看他其实蛮宅的。他想知道农夫什么生活方式，为什么啊？他一开始还对农夫这种职业还是这种干活的方式嗤之以鼻，不是吗？他脸红了。这些奶牛好可爱哦！他是看到奶牛好可爱才脸红，我还想知道他干嘛突然脸红。哼哼，蠢蠢的。嘿，我有个主意，怎么啦？你看两个，哇，他连三脚架都带。我们和这些奶牛合影吧。奇怪，后面没有牛啊。奶牛在哪里啊？奶牛在这边欸。奶牛在这边，他要跟谁拍照？哈哈，我们后面没有奶牛啊，厉害厉。奶牛在右边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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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不是我要吐槽啊！他连服装都变了，他什么时候换衣服的？海莉比较像小孩子。他其实有个童心啊，有一颗童心。海莉全身都是泥啊，魔在干嘛？这些照片很滑稽，我也知道很滑稽啊。你先把脸上的土擦一擦吧。大家回家洗个澡，还好他家还蛮近的，应该可以的。超蠢。超蠢！天哪，没想到海莉有这样子萌萌的一面，太神奇了。糟糕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到底是要选海莉呢，还是选莉亚好呢？真是难以抉择啊！那先来去找啊，玛尼。欸，玛尼不在家，今天不是星期一吗？欸，结果我出来又有剧情了。他够不到树上的梅子。这不是樱花树吗？看起来。你跳怎么可能跳上去啊？不要犯蠢好不好，莉亚。你想要采野果吃东西，你要用一点脑袋啊。你也不是这样子，像一只猴子在那边一直跳。不过说实在的，以 CG 图来讲，莉亚的 CG 图我还蛮喜欢的，它这个角度蛮好看的。它够不到，你是不会拿一根树枝来打之类的。哈哈哈哈，我举起来了。那手还是够不到，那拿到啊？他怎么拿到的？我靠，他这么厉害，可以在我肩膀上跳一下。
你比看起来还要强壮，每天在那边干活，当然。给，尝一块。这好像是什么江湖侠士的那种讲法，给，尝一块。哈哈，吃了一个苹果。我不是尝一块吗？怎么直接把一整颗吃掉了？刚想起一件事情，就算我艺术生涯以失败告终，我也总会有朋友在我跌到谷底的时候捞我一把。他是在暗示什么吗？啊，莉亚该出门了啦，他该往右边走了。送他东西了，送他南瓜。谢谢你之前的帮助，根本就是用瞬移啊，不能在莉亚的面前翻的这种，好惨。唯一一个拾荒的兴趣也要被剥夺，哈哈哈哈，拾荒的兴趣就这样子被剥夺了。好啦，来找潘妮吧。我觉得话今天话时间比较多了，翻一下。潘妮都会固定在这棵树下面看书的样子。哦，潘妮真的还蛮孝顺的。他就算不太喜欢自己的老妈，但是还是会担心他。哦，找到你了。过来，哼，太棒了！好了，我来去皮埃尔这边看一下有什么种子可以买好了。我存了17000块呢，开玩笑。啊，我没准到，我没准备东西给阿比盖尔，不行，太失败了，可恶！我只准备了一根玉苗送给他妈妈。矮洛林，今天晚餐吃玉米大餐。刚看了哦，春天有什么东西可以种啊？豌豆，能多次熟成，在架子上生长，在架子上。所以说我要豌豆是要沿着那个旁边有架子才能生长。甘蓝种子，镰刀收割大蒜，4天熟成。蓝爵士，蓝爵士是什么东西啊？绣花球，哎，绣球花，是啊，绒球花，不是很明白。阿比盖不喜欢生鱼片，他喜欢啊，但是他不是最爱啊，我要送他最爱的那种，当然要直接冲到最爱的那种。6天熟成，有一定的几率收到多个马铃薯。但我想要种一些豌豆，但是，该怎么做好呢？这有点尴尬，我的木头不够多啊，先要做一些支架是做不起来的，算了，先不要买豌豆，我来买花椰菜好了，12天熟成。花椰菜单价应该蛮高的，我想看我那农场可以多种几个、八，我想看哦，把右上角那边全部种的话，8个，8×4=32，买32个，买31个种子啊，这边买31个，然后这边买31个。至于为什么是31呢？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，晚点就知道了。31个花椰菜，31个土豆，郁金香球，甘蓝种子又镰刀收割，都买买看好了啦。反正我现在钱很多嘛，31啊。架子上生长，种下去会挡路哦。原来如此，还有大蒜呢，4天熟成的。啊，
买买买。好啦，一次种四种作物应该不错。海蓝宝石是原本是要送给海莉的，但是他刚才跟我擦肩而过。然后我要先去把海菜送给那个乔治哦，那个西老高啊。西老高应该在家里吧？对啊，老高在家边，在家里啊。哎呦，难得会露出这种表情呢，小意思，60块钱，好啦，我知道啦，60块钱还不够我去买糖吃，买糖都不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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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春天作物不是春天，绿豆、防风草啊，我应该要买防风草种子。来不及了。欸，我记得春天还少了一个东西呢，是哪一个啊？布告栏吗？我总记得好像春天还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。这是钱的封印是吗？还少了黄水仙。到处走一走看看吧，看有没有黄水仙可以摘啊。有黄水仙可以摘的话，我的礼包大概就是小精灵的那个任务又完成了，又完成一个。60块可以买6根加倍加，诱拐6个小妹妹，就只有你会想要这种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家伙，哎，死矮子！我想说奇怪，我的观众里面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想法这么下流的家伙？就是你哦，他我朋友啊，靠呗，白痴哎、欸！就你会想出这种馊主意，哇，很久不见呢、欸。晚点在那个 Skype 给你聊聊天，太蠢了，加倍加。你就这样诱拐小孩子的哦，真的希望不要哪天看到你上社会新闻版面，那就糟糕了，太可怕了。初次见面，你个头啊！出现啦，我们是三只精灵 ，Junimos。哇，这些好，这些这样修起来这么好看哦！哎，我说实在，这真的是不错。哎，我说实在，这个 DLC 包做的真的很棒，还要把一颗星星放上去了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我很受欢迎了，不要再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音乐超好听的，我说实在的，超棒！你会养到18岁哦，养到18岁好像还是哪里怪怪的啊？你要执行什么光源式计划吗？很变态、欸，超变态！光源式，我看看啊，今天难得春天，应该不要去下冬窟了，春天应该到处。到处走，桥梁修好了，是战士工会那个右边的桥梁啊，我去看一下好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桥梁啊，感觉应该是。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这个桥梁啊，啊，小精灵要。要过一个晚上，小精灵会趁着晚上去修，他不会这么快修好。OK， 好吧，那可能要等了。身上海蓝宝石，糟糕，不知道干嘛，到处走一走吧。我今天不想下洞窟，我真的不想下，可能砍一砍树吧。要不然等一下就回家砍树了。
送他蓝莓、黑莓，其实还蛮多人喜欢黑莓的嘛。从小培养感情，长大好生活。根据光源式计划的原理，他就是要说，既然找不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，就是哪个女生啊，也不是女生了，就对象了，就个性啊，可能不太好相处啊，很容易说闹别扭啊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很麻烦啊，还要互相去适应。所以光源式提出了这个理论，说，那为什么何不我们自己来培养一个符合自己兴趣嗜好的那个对象？哦，有点变态的感觉，哪里有点变态的感觉，我忘了讲。铁锭跟金锭吧，洒水器好像是铁锭跟金锭的样子。洒水器在哪里啊？进阶洒水器，那金炼石英，金炼石英，我的东西应该是够了，我应该不会用到没有才对。先除地吧，先把地除一除啊。哇，除错一个地方，算了。好，赶快做洒水器，这样有几个洒水器？一二三四，16，做16个吗？对对，16个。哦，还好可以堆叠，太棒了。16个洒水器，哇，放错地方，这种有限时间有限的感觉真的讨厌，感觉好像什么东西在背后赶着自己上车的一样的感觉。而且我发现我这边种错了，多除了一格，难怪总觉得好像这块地特别肥啊，特别的厚。好啦，先种花椰菜啊。晚上11点了。洒水器是早上就会喷水吗？还是现在感觉好像没作业了？算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他作业了吧？就是种马铃薯。怎么还多一颗？好，这边大蒜。想睡觉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大蒜怎么？哦，这里少一颗。那奇怪，怎么又少了一个？会少的就是上面这边而已啊。OK， 完成。有机会可以再整一下地了，超棒！强迫症。哇，好暗哦！那我是不是要一些路灯啊？是我还没有想到路灯要怎么放呢？就是说，这里火把理论上也是不用一定要插上去的，因为这火把好像不用火把它也会长的。然后多了一些种子，明天再处理吧，先来睡觉。对啊，没有错，晚上它会修复桥梁的。这个深之精灵，这座桥梁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啊？
起床啦，耶、yeah ！天气预报。OK， 没什么特别的。肯特的生日，扫把头生日，第二年就我就要送他东西吗？就他们家也没有人可以给我攻略啊，我要送他东西干嘛？进一篇高级的化肥和新的啊，我忘记撒肥料了，太久没种田了。昨天我的和奶牛玩得很尽兴，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选择田园生活了。希望很快就见到你，海莉。这个海莉还蛮有心的耶，糟糕糟糕，半路杀出程咬金啊！这个，我把一些东西放起来，存起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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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收割的时间到了，哇！一次收到三只小龙虾，还不错，蛮赚的。把东西存一存吧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在家里的农场开始砍树啊？我觉得树有够少。石头也该整理整理了。其实你只要不要管它，这个树一下长大之后就变得很夸张，超大一片。不要管它好了，这个树的量还不够多，我先等它长成一片森林，我再直接进去，再直接开进去这样子。现在树还太少了。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找一块地来设置那个松胶油啊，一些专门收松胶油的地方，还有枫糖浆，专门种枫树跟松树，然后收松胶油跟枫糖浆。为什么我觉得右边跟左边这两块颜色不太一样？你们觉不觉得啊？这颜色好像不太一样。会让我感觉好像一边有浇水，一边没浇水的感觉。木材、浮木，把些垃圾拿出来用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春天的音乐比较有活力啊，听起来比较有那个面咚咚咚咚咚的感觉。好啦，来去村镇上看看吧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接一个任务。看什么任务可以接啊？有洒水器之后，我就不用在那边洒水了嘛，我就只要种下去，我就等它成熟。没有洒到肥料是失误啦，真的，太久没有种了。隔了一个月没有种田，突然变得很生疏。哎，我今天也没拿到好感物，可恶！星期二理论上可以拿一些好感物来皮艾尔这边，因为很多人会集中在这边。40个铜矿石哦。算了，接一下好了。接了不代表要解。就先接再说，看心情了。虽然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解。40个铜矿，我挖这么多铜矿干嘛？扫把头大叔，刚刚你有没有看到这边？这个右肩这边、左肩这边，而且还有这个狗牌，他应该是职业军人啊，是那种真正的职业军人，不是像台湾的职业军人。台湾的职业军人是真的是职业，但不是军人，也不能这样讲啦。就是有些特战部队还是很厉害。
到处砍一砍树。听说野外的树会自动再长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可以，对，我可以去砍一些野外树，把这森林树砍一砍呢。先砍几棵来测试看看。对哦，还有桥的另外一边哈。那桥另外一边是什么啊？好啊，我们去看看好了。我都忘记桥已经修好了。我要走好远啊！职业军人 VS 职业军人，差不多吧，可以这样讲。怎么讲？那种自觉性不够啊，而且也不太能怪。说到职业军人齁，其实也不太能完全把这个黑锅抛甩在这个现在的军人身上。应该说军人的体系啦，军中体系城府太久了。采石场多了一个采石场，过去看看。哇哦！桥的另外一边是采石场啊！哇靠，超多石头的，我这样就不用下矿坑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很赞哦，还蛮爽的感觉。这边放炸弹是不是爽？是不是更爽啊？可惜没有带炸弹来啊！我采我要的矿石就好了，把矿石采一采啊，其他用炸弹炸。这应该要拿炸弹来炸会比较爽啊！大炸弹，一次炸整片。哦，这样就不用下洞窟了。啊，采石场就是，它就是让你不用下洞窟，然后也可以在这边采到各式各样的矿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说到刚刚说到那个职业军人是为什么说不能？为什么说不能把锅全部甩在这些现在的职业军人身上，而是军中的体系？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一矿顶哦，特别的。就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你在军中学到的战斗技巧，就是你在训练这些战斗技巧的时间，跟你打草的时间比较起来，打草时间还占的比较多。整天在外面打草打草，就是除草啦，然后整理草地啦，整理军中的环境啊，这样子。就军人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整理环境啊，美化环境啊，但是都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训练那个战斗技巧。所以说，才有些。有些军人都没有什么意识啊，他们不是在当军人，而是在当职业，对不对？然后台湾的社会普遍很多人也不太喜欢军人这个职业，不太认同啊，很可怜。其实这边石头矿石生成的很慢哦。就久久来采收一次啊，然后采收爽了之后再回去这样子。这是我在地牢里面还从来没有挖过一矿哎，一矿我是一矿都是开那个金石开道的，这样子讲起来真的算蛮少见的。我拿炸弹等一下去炸一下啊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炸弹，是说石头长得很慢，你也不能怪它长得慢呐。石头这种东西能长出来就已经很神奇了，你还要怪它长得慢？炸弹到底范围影响多少、啊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开始玩炸弹超人了，哦耶！哇，这里用石头用炸弹炸好爽，
要摆中间一点。哦，舒坦，舒坦，舒坦，真的舒坦。这个炸弹超人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有一种在玩炸弹超人的即视感。好啦，炸的差不多了。其他用挖的吗？我靠，体力消耗好快啊！哎，其实这边搞不好也可以拿来放什么酿酒桶，是不是？这个空间应该是我专属的吧？因为我解完了那个小精灵的任务成就之后，他把桥修好，这个地方会有村民过来吗？感觉应该不太可能吧。找一矿要先解小精灵的大任务。小精灵的大任务是什么？没关系啦，慢慢来啦，我不是很急啊。这游戏本来就不用玩那么急啊。我就说过了，我玩这个游戏玩得很随缘啊，很随便的在玩，就是也没有说特别一定要去找攻略啊，大概就是玩一玩这样子，东走走西走走啊。好啦，身上又满满的东西了，不知道干嘛，不知道这两天不想上下矿坑啊，冬天下太多矿坑了，觉得一直下矿坑很无聊啊。晚上七点他们会不会在酒吧、啊？我可以把好感物拿去送一波，送到酒吧去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今天还有谁没送啊？海莉没送到，阿比盖尔没送到。阿比盖尔会在家吧？阿比盖尔应该不会上酒吧、啊。先拿好吧。把东西都要拿出去的东西都拿好，都给法师的。蓝宝石，身上带着各式各样的宝石到酒吧去。跑酒吧去，哎，你要不要这个东西啊？送你一个这样子，哇，好多钻石哦，我要留着，爽。现在不想送，爽。紫水晶、柠檬石、翡翠，每一颗都拿一颗走这样子，看谁喜欢就送给他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到酒吧去。啊，回来再用那个果酱。就我把钱全部砸在种子上，砸了超多欸。31乘 4, 是32。最少又砸了120个种子欸。结果钱还这么多。也是啦，我也不是全部都花在种子上。不要跑。他喜欢绿宝石，我还记得。哦，他母亲是巴士司机。那为什么他不回去当巴士司机嘞？哦，艾米莉在这边。结果才七点八点，大家都还没到这边来。克林特，我身上有他喜欢的东西吗？黄水晶哦，他最喜欢黄水晶，那个海蓝宝石哎。好吧，虽然说黄水晶原本不是要打算送给他的。阿比盖尔没有，他没有在游乐场这边。地精，这要准备辣椒再送他比较好，送最好的、最喜欢的、加好感的，加好感比较多吧。哎、欸，我这么晚了还可以到阿比盖尔家啊？他们到底是几点关门呢？阿比盖已经上床睡觉了。
来喽，开始夜袭喽！直接先跟他讲话看看。哎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我想稍微换换脑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换换脑子？不太懂，大陆用语。送他一个。就说这个家门都不关的，哎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迪艾尔，他喜欢什么啊？生鱼片。好吧，送生鱼片给他好了。别人要进行，别人要睡觉了，我还这边在他们这边乱送东西啦，爽啦！哎 欸，我想在这边看看会他们会怎么反应的，站一下好了。哎，没有反应。哎 上床睡觉啊，不要在意我啊。我只是你把我当隐形人就好了。很边缘的好不好？很边缘的那种。不行啊，我在他们房间他们不会上床睡觉啊。可恶。酒吧的人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多欸，晚上都没想象中的多人。10点半啊，进不去了，到晚上8点而已。欸，他为什么要站在这边啊？看起来很可怕。地精海蓝宝石。看起来哪里怪怪的，好像在那边站哨一样，还是他是军人已经做习惯了，每天晚上不站哨一下，好像觉得哪里浑身不自在。我打酱油的没有啦，我只要在旁边观战一下啊，对不对？隔岸观虎斗啊，隔岸观虎斗。三星啊，橡树油脂，哎，这是橡树哦，我以为这个是枫木哎。橡树油脂好像也可以教那个小精灵的任务包的样子。11点50分，我现在聊天还要很注意时间呢。那昨天就真的是，前天啊。真的是聊到忘记耶，聊到真的忘记耶。在地洞一点哦，超危险的。那个搞不好的话，就要睡在家门口了。这东西都要挖掉啊。有蚯蚓。1点50哦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！你要再不回家，就要睡在外面。把东西存一存吧。中焦油、木头、橡树油脂，要拼吗？要拼在今天把蓝莓的全部放下去吗？算了吧，不要了。反正现在钱还蛮够的，因为还没摸大尾鲤，摸一下。哎，摸过了，上床睡觉喽。